商演也都给他推了，节目也都给他摘了，哎，搁小黑屋专门背，哎，踏踏实实的来这么一段，挺好。最可气的，朱若松刚才说啊，只要他一停就让我上，您就知道在我这一冲一冒，他停半天。他其实是想歇一会儿、哎、啊，这个让他们几个人喘口气儿，休息休息，换上我们仨人来了。哎，这个是我徒弟栾云平，哎呦，爱徒爱徒。差个爱徒还不爱听的爱徒啊啊啊！这是高峰高老板，您老板，哎呦，朋友们好，哎好，谢谢谢谢。哎，各位老乡们，咱热闹热闹，呱唧呱唧。哎哎，这段就叫亲子爱徒了，真是的，没听说过。他的亲子，我的爱徒。高老板在我们这后台是总教习呀、啊。哎，对，为什么叫总？你可别坐呀，您给我起的外号啊、哦，吓我一跳。哦，都憋着我这手，就是就是啊、嗯，这个为什么叫总教习呢？您给他们普及普及。负责教学工作。哎呦，所有的孩子来了都是高老师给开门给上课，呵，很辛苦。您在后台有个外号叫铁面无私高青天。好，哎呦，我铁面无私呢，对孩子们学生们一视同仁，帮助他们进步。谁来都先问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关心他的家庭，你们家趁多少钱啊？愿意不愿意给老师发红包？好，直接问呢。啊，这个说家里没有什么钱，啊，勉强糊口。呵，高老师就劝人家：“你学这个没有前途。”哎呀，啊，那个孩子来了，是你们家干嘛的？嗯，我们家趁十个金矿。您听听，高老师一视同仁。嗯，父亲来坐这儿来。哎啊。这就认下了，这就认一父亲，这是我们的高青天呐！哎，您青天，我们家哪儿宽敞啊、嗯？我们家就有金矿，那可不、嗯，那得到他这叫儿子。哎，你这个说法就跟我刚才铺垫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两位在一起合作很长时间了，看怎么了？有的时候我爱跟高老师一块聊天，是吗？这个你会吗？那个你会吗？问别人有的时候一问就问住，嗯，唯独问老高，全能问住。哎，好，那要不换个人吧，好不好？您是想表扬我？那当然了，高老师会得多，精得多，见得广。哎呦，不敢这么说，我没想到高老师肚腩能够宽敞成那样。又到什么程度啊？基本上我说出来的节目，老高都能表演出来。您是看着我的那个演出节目单儿是？啊，不不不不不，哦，很多时候就背地里就听他聊天，才能知道这人有多的能耐。哎呦，我一般不爱张扬。就在天津德云社，有一天我看他跟一个女观众就在那个帘后头，对对，就猫在那儿了啊。你说吧，我都会、嗯，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哎呀，没想到，我很佩服您，听着这么瘆得慌。高老师，哎，今天是一个好机会，钢丝节到了、啊，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吧。您出个主意好不好？咱干点什么？在中国相声史上有这么一个节目啊，只闻其名，未见其声，没有任何音频资料、视频资料，连文字都很少。您说是哪一段呢？今天我提这个名字，你要说会你就点个头，你要说不会扭头咱们就走、哦，不算丢人。哎，传统相声有一段失传曲目，这个名字叫《连环套》。呵。朋友们，我是会是不会啊？你看，好、啊。首先说，连环套是一出京剧，没错啊。窦尔敦、道御马、黄天霸拜山、朱光祖插刀倒钩，热闹极了啊！这全本的道御马，这其中被相声吸收过来之后，编成了一个传统的节目。对，但这段连环套，咱实话实讲，大概在解放初期就不怎么有人演了，哎，就淘汰了。他要求演员啊。熟练地掌握这个节目啊，是喽。我可听人说，听女观众说，说你会这个，别老跟女观众瞎聊，你知道吗？啊，我爱听他们念叨啊。咱们带着罗云平，咱仨人来一回，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带着你，哎，那没办法，好不好？哎，这段只要一演完了，中国相声界原封不动，大伙儿都得说这段，呵，好不好？但是都得说是高老师先演的，没问题，我先演了，祖师爷了，好不好？咱仨人分包感觉，哎呦，赶上谁算谁啊，不知道谁知道这出戏连环套啊，坐寨盗马。有一位叫窦尔敦的人，窦尔敦啊，寨主爷，最开始的时候在河间府，对，占山为王，没错。到后来到了连环套，听说康熙皇帝有匹御马很好，嗯，他去把这马盗来了，当时有黄三太、黄天霸这些个英雄，嗯，得帮助皇上把马找回来。
于是这个英雄叫黄天霸上的山来要拜见窦尔敦。哎，天霸拜山，好把这马弄回去，咱们就拜山了，就演这一片段。您来这个窦尔敦，哦，我就是主角了啊，我给您演这个黄天霸。好啊，以您为主，没问题。这里边有个大头目，没问题。栾云平，你来好不好？我来的龙套。行嘞，行嘞，行嘞。那就你们先来，我后边拜山时候再上。哎呦，这就准备开始了，咱们就在这前边。行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我还有点激动呢。你太客气了 不要舍不得演。您放心吧。既然已经来了，有什么舍不得？哎，对吧，我们是准备开始了啊，开始啊。您那个什么，我等你们，我等你们那边卧着啊。哎，好嘞，这个那边打我这就开始啊。哎，对对对，那边什么着？那边坐着，那边让他坐一会儿啊。我可就唱了啊。那咱还等二年啊？我是这个角色叫。您是窦尔敦啊？我是窦尔敦，还不明白自己是谁呢。朋友们，嗯，我准备开始了啊，来吧。想当年是花脸哈，不是卖菜，是花脸，对，是花脸。哪听出卖菜来了？大花脸吗？大花脸的，哎，没有。我家店比武叫我亮，大家猜猜猜猜猜猜猜，孙子不孙子呀？本来就不瓷实。要害三太全家亡，当这猜猜猜猜猜猜宰猪。孙子，这怎么意思？这个不是啊，贤弟财主是方才听其他贤弟演讲，你在山下背呀琴，我们大家正在欢呼雀跃之时，你阴火套我脱了。财主，你给我看看我的词儿是什么？这上没有你的词儿。柴叔，你威名浩大啊，才将我放回，时少还要拜山。哈哈，你肚子里有蛤蟆？你讲些什么？少吃还要拜山。想当年我在那火箭府卖驴肉火烧之时，瞅着买卖，那里的驴肉还是非常的嫩滑，专门卖母驴的，比牛肉不塞牙，比羊肉不膻气，您比猪肉更可靠。您差不多得了，您好好说行吗？火烧也比较酥脆，你好好说，好好说。不是词里有这句，好好说，好好说。想当年我在河间府霸占河间妇女之时，不像话，不像话，河间府。没有女，没有女，霸占河间府之时，非常的了不起。那里的保镖大官阔是不少，都在我的麾下。现如今他们已经逃落了，现在到我的面前来拜山，那是他们的规矩。柴主，你词儿够瓷实的。寨主，这有拜帖，是这儿了吧？可以，拿来我看。弄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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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帖，原帖退回。怎么了？我认识字，这不写多清楚吗？啊，绍兴镖客黄，多大年纪？30上下。小小的顽童喽啰们要让他进得来。不、本人威名浩大，赏他个全脸、赏他个全脸、赏他全脸、赏他全脸、赏他全脸。如此说来，我们要讲文明，我们要懂礼貌。来，欢迎欢迎，热烈热烈欢迎欢迎，白对的相应。好，这词儿太水了啊。他啷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里个隆地腾。哎呀，寨主！哎呦，终于来了啊！您来了，我们就踏实了。这人是谁啊？镖客，寨主。哦，哎呀，你就是镖客？不是，镖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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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优酷还录着呢。不，你就是镖客？不是镖客。镖客，你就是镖客，寨主。镖客到此，打算嫖谁？不说，不像话了，又请来上山呢、请来上山呢。哎，你我万寿而起啊！万寿而起，万寿而起，请来，万寿而起。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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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这不成，不是啊，不是，早没事，回来，回来。当里当里臣啊，秦座，秦座、对，秦座。哎，这个素素你哪里看些什么？我这里
啊，德云社的钢丝街呀、啊！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不能老乐了啊！对对对，这个既然你来此，我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来人呐，实在太高兴了，你就去吧。嗯，杀驴老和尚，哎，我要款待这位伟大的彪。不，不像话啊！我有钥匙在身。哦，有钥匙，有钥匙，拿来我配一把。配钥匙啊？你听人说，我有重要的事儿。哎呀，请讲。重要的事儿，将来高家到此，一来拜山，二来么有一桩买卖，俗语在之。有一桩买卖？是啊。什么买卖？只因山下吃了一匹好马。怎么？我是一匹好马？哎呀，不是，快弄回来！快弄回来！地上滑！来！我们债主是我们债主是傻蛋。我是一匹，不是你也是一个马驹。是。我是一匹好马。没说你这个玩意儿怎么当的债主啊？我是好马。不是说你，哦，不是说我。对，这话罢了。哎，债也是啊，好表路过马兰的关，唱得好，用你夸我。一见此马喜心前，无有胆大的英雄汉，不能够到我手也枉然。好，枉然就枉然。该你唱了，该你了，唱完了。窦某也算胆包天，我光下句哈，对，上句忘了。窦某也算地包天，你看看牙去吧啊，地包天干嘛？他说的不像话，胆包天，胆包天，唱谁唱？我来问你，你小子姓什么名谁？大丈夫心不更名，所不改姓，俺叫黄天霸。你可知道我的名姓？窦尔顿。如此说来，黄天霸。窦尔顿，我哪尔顿？我哪天霸？我哪顿顿？我哪爸爸？对。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爷爷奶奶，晚上好。今天这场演出开心不开心？开心。开心不开心？开心。要钱？哎嘿嘿，快快，装满装满啊，装满装满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啊，我。哎呦，啊，您说，这锅不会比你高了，差不了太多啊。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为了今天的这场演出啊，我是做了万全的准备，特意备了一个新的段子，今天讲给各位老少爷们听一听。金宋交兵扫南王，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犯中原，头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以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不听相声，不听你走，不听我这么多观众，我差你一个走，走不听，爱看舞蹈吗？啊，不听你走啊！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犯太平歌词。我们今儿这相声啊，太平歌词您改天啊。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给钱？你给钱你能给了多少钱？仨瓜俩枣我不在乎啊。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犯中原，头领兄100块钱一段。您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你挡我镜头了。我本来个儿就不高，您坐。你先等会儿，镜头在那头呢。
100块钱一段。哎哎哎，您坐，行行，给钱是吧？给钱呀、啊。爱听这太平歌词，单点太平歌词，就爱太平歌词。哎，老少爷们算是来着了，太平歌词我能先看看行吗？啊，没有先付首付的。好，太平歌词，100一段。100一段，那咱就说好了啊。今天来了大财主了，那咱就100块钱。别着急，唱段太平歌词。有言在先啊，怎么的？100块钱一段，这不假啊，但是得唱我不会的。这位是什么意思？会我可不给钱，听新鲜玩意儿。会，不给钱？不给钱。不会的，100块钱一段。那不行，那怎么没法唱了？我这一个段子最少3天起，我唱完了他呵呵一乐，我会不给钱，我这招谁惹谁？说3天啊，别说我，各位也等不了你。不是，你不能说你会就行。你张嘴唱出来我要会，我就告诉你我会。您接上下句儿。哎，对了，说出名字。没错，算您会了。对了，行了，这钱呢我正定了、啊、今天啊我也是有备而来。哎，现场的好朋友有没有认识这个的？啊，有。你那玉子怎么那么短呢？我这玉子啊，刚开始挺长的，后来跟我时间短就缩了啊。这些都不重要，太平歌词100一段，100一段。您，那你准备好掏钱吧。来来来来来。真滑，嘿，真滑，嘿，来来，昨日里阴天渭水哈，就一句啊，就一句，我再先吃下去，我就半悬空。落下了这鱼影子，敏翅收领往下潜。这是群头，这群头比人多会一句。谁群头啊？啊，鹬蚌相争，就这段唱3天。你是钢丝窝窝的群头吧？没听说你有那么长气的吗？那现在这段我会，换一个。侥幸，侥幸啊，侥幸。您来，辛苦您，往这边坐点。来，哎。我他侥幸啊，镜头。我再唱一段，您就不会了啊。好，给你点镜头来。汉高祖，小名朱鹤松。我想给的多一点。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君长臣贤万民安。有，后台后台，啊 ，stop stop stop stop， 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哎、可以打我、哎，可以打我，确实学艺不精啊。一喊退票，看出来是粤派相声了。观众们，你猜，啊，你猜这段，我就不信，就我这段含信算卦，你还能猜出来？说。这咱俩到底是谁脑子不好啊？都告诉我了，韩信算卦都接上来了，能记住？废话，本身我就会2段了啊。那行了，各位啊，哎，我也跟您道个歉了啊，不是撅您的面子。怎么样？接下来这段，那是我压箱底儿的节目，轻易我没有展示过，相信在座的也没有会的，这钱我挣定了。好。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个清香。鼓鼓掌吧，你
你们那么厉害，你们坐底下干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啊，相声演员都改了乐队了。好好，没事啊，白蛇传没事，这段也会，没事，三段我唱完，哎，唱完收工啊。他说您的受累，哎，您受累，嗯，给钱吧，给钱吧。给什么？给钱呢？凭什么给钱呀？您刚才您说的啊。我说了一段一百，各位，我唱了三段，三百，给钱。啊，给完我再给他们。刚才这么多人给你唱了三段太平歌词，你看着我，给钱。你放心，你在这儿挡不着我镜头。人家这么多人给你唱了三段，你还好意思要钱吗？啊？你得给人家钱，懂了吗？那我不管，我唱了，我付出了。你怎么回事？我付出了就要有回报。你顶多算个乐队，你跟周九良一样。但是我没换班啊。是你没换班，但你唱这三段我都会，不给啊，不聊了啊，不聊了，好吧，麻烦您300块，好吧，你给我500，找你200，咱不差钱，好吧。我用得着你找我钱吗？给钱。不给。嘿，给我这傻横啊！哎呀呀呀呀！跟我这傻横，前两天那视频，那鲤鱼打铁那视频没看过？今儿这地摔死你我！啊，那两天视频啊，没有白刷仨字儿，你还站得住？今儿我穿这鞋站这都费劲。你来，你鲤鱼打挺，我给200。来一个。这是刚下出来的啊，怎么回事？不错，鲤鱼打挺确实好，但太平歌词不行。那钱啊？那钱给不了。300能不能给吧？给不了。给不了。给不了。给我们俩彼此一点空间，好吧？我们单独解，给不给？不给。给不给？不给。最后一句，最。给不给？不给。不要，不要了，哎，不要了，不给，不给，不要，不要，这就对了嘛。你不给，不给，你急什么呀？还唱戏了？什么玩意儿？没必要啊，没必要不给这钱，你能答应我不要乱花吗？啊，你放心，我肯定说好了，好吧？现在见300块钱现金不容易，不要乱花。一后台才凑了300，这个钱呐，嗯，您不给就不给，对，留住了。你放心，好吧？好，回头啊，啊。等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提前去一趟铁匠铺，打一个铁箍，上坟之前把这个铁箍套到你们家祖坟上，别让来往的人给骂裂了。不给不给吧，不要了。哎哎哎哎哎我听你这意思怎么了？像是在骂我呀？干嘛像啊？干嘛像？我这么直接，你还像？你是个男人吗？你这现在就应该 KO 我，知道吗？知道吗？不要以为个矮的我都怕啊！还让暗有所指呢？我那还用暗有所指吗？个矮的都明白了。干嘛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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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甭跟我瞪眼，记住了。嘿，怎么了？往上指，别指我，指我干嘛呀？我就告诉你，出言不逊。哎哎哎，干嘛干嘛？我这手不会啊。哎，你别，啊、哎啊，别再教。怎么着？你再教我就离地了。咱离地了，我还让你起飞呢。你看看，你来来来来，转转转。我说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不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来来来，哎，来来来，对对。
你想转吗？来，哎，我带你一块转。哎，来，挺丝滑嘛。不是啊，你这样过分了。是你出言不逊在先。你哎，你不是你想干嘛吧？要、哎，治疗你要碰瓷了，现在是吗？啊，对了是吗？没人治，谁能治疗我呀？我就说，谁能治疗我？我这说相声。哎，怎么着？怎么回事？哎。别打了！谁能治疗我？哎、不，这别说话。你谁呀、啊？哎，我，你谁呀、啊？哎，你看看，他是你师傅。他是你师傅？今天他是你师傅，师傅，是不是照相？谁跟你照相？师傅，怎么回事？师傅。怎么回事？师傅，明天可就叫不了了。明天就叫不了，今儿我多叫两句。哎，师傅，哎，师傅，你是不是把岳云鹏叫来站旁边看看？你给我评理，他不是欺负我？怎么会？你拿我当那小娃娃了？先生，先生在这儿听玩意儿了，你干嘛呢？跟人打起来，这不像话，这是咱们干买卖的这态度。他听玩意儿，他就不是个玩意儿。哎，上来就糟践我，好家伙！怎么回事？还出言不逊呢？您来了，就不要说话了。好的，师傅，好不好？好，有什么事情，今天听师傅给你解决了，好吗？他认了啊！等着，行，我来跟您讲讲吧，先生。哎，对不起啊，小孩不懂事儿是吧？出言不逊，说话太难听了。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你不打我，我出言不逊、啊，还打你信吗？这怎么回事？这说你没完没了了，这别以为。您这是表情特别像我上一个师傅。现在这个他也是跟你我学的，知道吗？来吧，好啊，您明事理，咱就讲了这个。对，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在这儿说相声啊，我说我不爱听相声啊，我想听太平歌词，那就对了。好啊，他这个主顾嘛，就是捧我们的场，想听什么您就点什么。而且我还跟他说我单点啊，不白点。怎么？$100一段。这是局气的人，你瞧瞧，对不对呀、啊？人不白听玩意儿，听完了人给钱，听见了吗？给钱，给了吗？你给钱的没给呀？没给，你嚷嚷什么呀？你好好说，你嚷，你冲我喊什么呀？上来两句，废话，你也就今儿明儿咱各走各的，你干嘛？你嚷嚷什么呀？你别跟我嚷嚷啊！听着，我给你解决问题呢。现在是我那$100的事儿，回去我再找你算账。你瞪什么眼？你瞪眼，我真害怕。你以为你那还废什么话呀？跟这儿，啊，这，接着给您讲啊，啊，$100一段哦，但是咱有言在先，是这段我不会，我才给钱，应该的，谁花钱听自己会的，说的是呢，你说这听一段会的，那给钱咱们就亏的好了吗？您才明白了，对对对对，就这么回事，您做的对，没错，对，那就这样的，让他唱了，唱了吗？唱了。唱了您就得给钱嘛，对，他唱的我会呀。他唱的什么呀？你问他去呀。我打他吧，我直接打他。你别，你什么叫什么呀？人家说的事儿，人在理，对吗？在什么？他让你唱太平歌词，人唱不白唱，唱一段给100，对不对？对。啊，这一段给$100，然后人家有一个条件。唱了吗？哎，你打我，你打我，你赔的更多，你打我。你到底这叫我上来干嘛来了？你们，解决。还是的呀，听我说话。您说，人这条件提的不框外啊，唱一段人家会的，人家不给钱。对，对不对啊？对，你唱没唱？我唱了。唱的什么？第一段我唱的《鹬蚌相争》。不错呀，咱们砸基础的活呀。对。啊，他这给钱了吗？他会。他会，他唱的比我还多呢。会，他们都会。嚯，这是曲团来人了，这是。啊，他们都会。都会。都唱了。都唱了。那，不要紧，你再换一段啊。我换了。换了，换什么了？换那个韩信算卦。韩信算卦也不错呀，这是比较冷的活呀。对呀。啊，你他给钱。他会。他们唱得更好。啊，今天没想到哈。啊。他们都会，他们也会，还会是吧？还会，再换。我换了，我又换那个经典的曲目，大家不常唱的《白蛇传》。大家不常唱的。
但是你师爷可上当，你知道吗？怎么了这是？不是，您要是我师父，那就是我师叔。啊，这没问题，但最起码今天是这样的。废话，我说你师叔人不转，知道吗？怎么了这？他们要能听懂转，就能听懂这个。赶紧吧，唱没唱啊？我唱了，唱那个《白蛇传》。找他要钱呢？他会。他会，怎么了？这是你这会唱三段，会三段啊？会三段，再插换啊？我不会了，我不会了，不会了怎么办啊？不会了，我就问他就要钱呗，那还怎么就要钱呗？要钱他能给吗？没给，还打我一顿呢。别说话了啊！好，先生，您看您这打人就不对了，没打人。啊，您说赚了不会，您就不给钱了就行了，是吧？您这动手这就不在理。这有一重要环节还没跟您讲呢。怎么？他是说不要钱了啊？抽言不逊呢。哟，他说什么了？他跟我说钱他不要了，让我把这钱留好了别花。这对您关心。赶清明节的时候啊，提前找个铁匠铺，嗯，让我打一铁箍，嗯。套在我们家那祖坟上干嘛呀？别让走过去的人把这祖坟给骂裂喽。你看着这就不像话了，这不得骂他师傅，还连他师爷都得一块骂吧？不是，这您先别骂，先别骂，对吧？是他不像话，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铁箍您打了吗？哎，我有病啊！我打他，那没打您干嘛出言不逊？您又骂他，您又打他。他出言不逊，我还没来得及骂他，嘴比我快，我还没骂他去呢，他就先骂我了。不是，你这孩子也是，对吧？你就道个歉，是吧？你这咱们这就别动手，和和气气。什么道？给谁道歉？给他道歉。咱们这是买卖，你别搅和了。你刚才就出言不逊。你没病，我不是说您岁数大了会做人，我别跟我瞪眼啊！你怎么说话不管用了呢？我怎么管不管用？你这孩子，我没做错，我跟人道歉。犯了浑呢？怎么你这孩子？我真跟你说，我今天抽你啊！不可能跟人道歉。你别看我，别管我。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错了。哎，你错了就好，承认错误就没有事儿了。好了。承认错误就没事了，下次咱们注意就行了，好不好？好，先生，怎么了你这是？我感觉是我错了。您没错，您有理，我这不劝他呢吗？是，我是没错，我跑那头去了。您看您躲我那么远干嘛呀？不是，可躲没躲你？该说他说他，我师傅这不一直说他呢吗？就这意思，就是不动手，不动手。你们我们很和平。您教育他。对，那个。明白了就好，下次咱们就不要再跟这个咱们的这个观众们这个吵架了啊！您小子，您下回多教我，不要给我解释，多教我点。我没不教你，我怎么不教？你教我让人撅一愣一愣。我废话，我怎么不教你啊？你教我让人撅了，人不过我教你，那你没我教你让就跟你打架，你这孩子怎么说话怎么还这样？没教好，我才。我错了。这招我生气，我下回不会这样了。就是啊，好孩子、啊，我错了。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啊！这先生，我都看见后台了。我们后台不让进，你是我是飞的，没进。飞不是你，我这教育孩子，你别老跟着。应该教育，对不对？您继续。是我这教育他呢，是吧？好，您不要那什么啊！哎，明白了吧？明白了。哎，将来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下点功夫。您多学两段，我什么都有了，是吧？对。我什么叫我多学两段，你什么都有了？你多，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多学，你多教我啊！我跟你说，你多教我，我怎么跟你说？哎，你这孩子在给我做什么来呀？还打他？你怎么回事？打他！哎。打他！那个，站起来打他！咱，这人学坏了，
咱蹭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这会儿干嘛呀？他来了。先生先生，没事没事没事。哎，我们这是教育孩子的，对吧？您也太脆弱了，是吧？您老当益壮，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好好好，这个事儿，这个您别往心里去啊。这么着，这个您是我们主啊，我们不能错待了您，是吧？明白人呢，孩子不懂事儿那是孩子的，今天没关系，师傅在这儿，好不好？您不是想听太平歌词吗？对对对对对，孩子会的少啊。今儿您是100块钱一段，100块钱一段，是我徒弟唱的。对，我要唱。哟，那么今儿我伺候您一段，您觉得？您要这么说啊，一段啊，加个零，1000。提了，有您这句话，听见了吗？啊，师傅，1000。你挣着了吗？你挣着了，你再说呀！你孩子不学好，废话，这不一张嘴就这钱就来了吗？干嘛呀？不用不用，我们这以礼相待，知道吗？以礼服人，好吗？1000，一段一千，是好。那今儿我至至诚诚的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我有幸了。您听听我这个啊，好好学着点啊。我就不打板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好，可以，咱们就老艺术家听腔啊。不，1000。哎，1000，1000，1000。那三段你都唱了。水妞儿，水妞儿，先出犄角后出头来。行了，您这段还不如他那三段呢。对对，他没唱过，他没唱过这个。是没唱过，1000块钱我就听个水妞儿啊。怎么了？换一段啊。凭什么换？你会吗？这谁不会啊？都会啊，都会啊。换一段不是完了吗？换一段，早说呀。换一段，你这玩意儿，这就是挺矫情的，你知道吗？矫情的，还是的，就说换一段不是完了吗？换一段，他不会的。换一个啊，1000块钱啊，1000块钱，准备好了啊。我就会这一段。北京，各位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学徒周九良祝各位在座在立还有二楼的好朋友们还有房顶上的好朋友们，大家鸿运当头，财运滚滚来。谢谢啊，太热情了。为什么让您发财呀？您哎嚯，哎呦，用钱砸我，快！太开心了，这种被钱砸的即视感，你不知道各位有多爽，真的。谢谢。费心吧啊！哎呦，太热情了，也就是天津啊，天津曲艺之乡，懂曲艺，也知道曲艺。哎呦嚯，真是！快拿大菠萝来，快！费心吧。哎，当王八！哎，好家伙！哎，好家伙！好，哎，行了，行，可以了，各位，可以，这是拿这儿当许愿池了是吧？谢谢各位啊，理儿不歪，笑不来。看您各位那么热情，而且都是天津的父老乡亲，天津好啊，是一个曲艺之乡，懂曲艺，然后爱曲艺。这么着，学徒啊，今儿卖卖力气，给您唱一段好不好？哎，唱一段什么呀？您爱听什么呀，各位？您爱听什么？我唱的都爱听。水妞水妞先出，这爱听吗？这个。行了，这还爱听呢。这么着，这个会的也不多，其实各位啊，这个给大伙儿唱一段评戏怎么样？哎，其实啊，
说句客气点的话，德云社呀，我评戏第一，这还是客气点的话啊，没人唱得过我。今天卖卖力气，哎，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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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后边人可以回去了啊，可以回去了。今天晚上我唱一晚上评戏，好不好？张嘴咱就唱。正行走来用目观，又来到王怀的大花园。到达你去，哎，怎么着？你接班的？谁踩着你脖子了？是怎么着？怎么了？我唱评戏呢。你在这喊什么呀？我唱评戏呢，怎么了？你让各位听听，你那叫唱吗？我这我干嘛呀？我这你跟喊冤的似的。我这叫咳嗽是吧？你咳嗽这么大声啊？我不叫唱，叫什么呀？唱评戏大受欢迎。刚才你说那句，说什么呀？非常的生气。我说什么了？整个德云社，嗯，你唱评戏最好 ，Number One， 就是我，还第一名。哎，就是大伙欢迎，大伙给我起的外号。各位，德云社评戏第一名啊！你那是没看见我，我先看见你了。我看着你呢，现在看见我了。对呀，磕头。哎，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拜我为祖师爷。凭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平戏。凭什么呀？平戏来说，我是第一。你是第一。对喽，我第一。你能唱过我？能唱过你？你能唱过我？哎，今儿就让你学习学习，我给你唱一个。行，你唱，听着，来一个啊！我给大伙唱一个啊！你也唱。怎么样，各位？啊。他也就那意思，你知道吗？你听，你不许唱那个水牛啊！水牛，那都小孩玩的啊！你听咱的，你见过六十多岁小孩刚才那个？那你没看见呢，还穿着开裆裤呢。哦，来，你唱一个我听听。来了刘伶好酒定难。风乱世有口难言，我只得在最终逃在避难，哪怕人耻笑我狂妄疯癫。谢谢。哎哎，各位，哎哎，怎么样？九商怎么样？咱俩并列第一。哎，好不好？你早就应该这么说，哎，没想到，咱俩都第一。没想到，你还有这公鸡，你脑后摘鹰儿，你们。疯癫！行，我现在有点疯癫了，真的。是不是？哎哎，咱俩就并列。好，行，咱俩再唱，咱俩合作一回，一块唱一个，太好了，强强联手。让各位听听，两个第一一块唱，哎，这对呀，哎，对了，一家一大院儿嘛，来吧，来，来，咱就是那个正行走来，好不好？就唱你刚才那段，对，来，开始啊，开始唱。正行走来，用目观，又来到王怀。你掐我嘴干什么？怎么又来一个？我问问你们俩啊，干嘛呀？谁说的是德云社评戏第一呀？他说的。我说的。你呢？他承认我的。我们俩并排第一，并列第一，一块第一。你们俩互相承认的。对呀。哎，我放哪儿？你放德云评戏小王子，我放哪儿？哎呦，啊，他成你女了。哦，你是评戏小王子。啊，小什么叫小王子呀？不是，是什么小王子？小王子儿。对了，哦，哎，这个小王子儿啊，哎，啊，不是你什么？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哎呦，哎，你先别买，你把你收人了是吗？叫好人大哥，哎呀，人大哥给我叫好呢，我刚才唱了，你没唱啊？刚才我们俩不叫玩意儿，唱不叫玩意儿？谁？我给你唱一个。给你唱一个，你来，我来一个，我听听，我能唱吗？你会唱吗？你会吗？会吗？啊，请说，王子，您请唱。平四喜，你来，
谁愿意说来来来来来，哎，你们也说呀说呀，我们俩说啊，我俩还说呀，不说不行，不说不行，必须得说，说完才能唱。哎行，哎来听好了，三二一，王啊叫什么声？王子，请唱。哎，给你来一段活捉孙父。哎，又混战到是名段。有孙父捏呆呆，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独是媚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羽绒，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是指望娶到了家，做一个偏方，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侠行女报不相，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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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这叫有味儿，知道吗？没想到啊，没想到，怎么还出一个人才？你这样啊，这样啊，咱仨并列第一。哎，太好了！哎，咱仨第一，哎，都第一，都第一。那咱仨一块儿演一节目，行行行。不，我刚才那个正经咱俩没唱完。来呀，咱一块儿唱那个，哎，来，哎，正经走来，用好了，好了。哪儿钻出头野猪来吧？这没有树啊，这是家猪。你看那么，你们眼里还有家大人吗？有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平戏小王子？我平戏父王，我说了吗？哦，这是您家大人是吗？是我家大人吗？啊，自己上来三个臭不要脸，平戏第一名，还并列第一名，仨第一，仨。你们问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了吗？问你们了吗？谁唱的最好？你们听听，你唱了吗？你唱了吗？你竟窜出来了呀！你会吗？你唱一下，我们听听。你给我涮了，你的唱，你唱。传统艺术啊，不能就毁在这三个烂番薯、臭鸟蛋手里。这一段。这你看，对，就流氓，谁流氓？平戏流氓是吧？哎，流氓，大哥，你是捧我的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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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戏流氓确实，啊，流氓，啊，他说平，我以为平戏父王呢。哦，平戏，观众说的，传统的艺术啊。哎，不要上来大言不惭的就说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你唱，别叭叭了，唱一个我们听听，盖过我们仨去。真是的，不是说我说行不行？你比方说，你随便采访一名观众，行，这几位您说谁行？孟，你说孟鹤堂是吧？哎，还得是我平戏小王子，我跟你说，真是的。我刚才第一位采访那位说了，说谁行？他说孟鹤堂，我这那是你二姨，我认出来了。那不是你二老了吗？你看我二叔说的，你得配着对儿，你这你们全带着亲戚来，这不算真行不行？咱唱一段，你唱，你唱，唱一个，唱一段，来一段，大伙儿得叫好啊！未曾说话，笑脸儿扬，叫声兄弟找连方，常言说一文钱别倒，英雄汉现而今，我好比霸王困在了我家。别说话，我好比唱还有声的，还能说话啊！哎，你看唱到一半，哇，掌声！没想到你是雷动，有点味儿，热烈，可以啊！我唱的怎么样？没想到你也会唱那个，多新鲜！平戏你也会唱，我这么哼！哎，来来着，哎，咱这么着，咱这样，哎，咱这样，咱四个并列并列第一，行不行？四个第一，哎呦，
咱四个就是德云社整个宇宙都是咱们第一。我认好，咱四个并列第一。郭老师排第二，好不好？哎，太好了！哎，哎，他说的啊，哎，他说的，是，都是你说的，都是你说的。谁打我？我们论的是能耐。要，看着，你也会唱，咱们四个人都会唱，全会，咱合作一首。好好极了，来一个，咱来一个合作一什么呀？咱来正清走来，你我没唱完的那个，对对对，咱别唱那个，咱四个人没法拆呀。啊，那怎么拆呀？你出，你再出一主意。对，起的咱会别的不会？你岁数小，你先说。嗯，咱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人物的是吧？对对，能分。哎，这么着，咱唱一回《白蛇传》行不行？好。白娘子，你他张嘴就来，太熟了。那个，就大伙都知道那个。啊，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油，六月烟泪。六月千里来相随。他唱的不错，你看这身上，好有照相机都给你照相。手难牵，行，多好啊，这个是不是？是这个吗？他唱的行。不是这个，不是，哎，那个，那个，那个，那，哦，那，哦，那，怎么唱的着？那个，这不是刚才唱那个吗？对，这不刚才那个吗？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这就有一点噔噔噔噔噔，对对对，噔噔噔，你等谁呀？你在这噔？你看他又现人形了。不对，是那个。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断肠也无缘。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全会，你们都会唱啊！行，别啊了，别行了，在座四百多位都是并列第一，好不好？哎，还是比较专业。不是这，哎呀，怎么跟我说不明白？白娘子，不玩笑了，那咱不玩笑了啊！青城山下白素贞。行了，你俩这是黄鳝，这叫什么黄鳝？俩泥鳅吗？这不是？你说我。